以三十年代上海酒廊为灵感的上三两 sexy crab， 一年四季都可以品尝到大闸蟹粉的滋味。多道招牌菜用上十二只大闸蟹蟹粉泡制的蟹黄入盏，还严守公蟹和母蟹58:42的黄金比例，每一道都甚有排场，加上每日鲜制的多款招牌手工面，怎会有蟹迷不心动啊？宽面每日限量推出五份，大厨将蟹黄酱酿入原隻南非花胶入面，加上法国高级鱼子酱点缀，将花胶轻轻切开，就会见到金黄色的蟹黄酱。可以自己喐手的帝王式享受，店方预先分好鸡汤蟹肉、蟹脚肉、蟹公糕、蟹母糕和蟹油，吃的时候加入酱油和蟹醋捞匀，就成为你独一无二的专属蟹黄面。可以同时品尝到季节性鲜鱼汤底、鲜虾头秘制汁和蟹黄的挂汤面，去骨黄鱼件更加炸至金黄酥脆，配搭有散寒解表功效的紫苏叶天妇罗。四款以蟹粉为主题的蟹小点坐在飞天千秋之上，再配搭多款矜贵食材，非常之抢眼。同鼻的特上花雕宴，靓到好像旋转木马，花雕款式有姜汁、话梅、陈皮、龟丸，可以驱寒解蟹毒。最后就不可以错过多款以姜为主题的甜品和饮品。